富士康门口警察打人了啊！穿白衣服的全都是郑州市的人民武警啊！我操！哇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Push it up! By the right! Right! March!咱们还是清唱啊，好，我们开始啊。何以这土地来再留？何以令众人要分享？昂首举目尘，哪看先上头盼自由归于这里？何以这恐惧莫不走？何以为先年从未退后？何解血在流，但埋战先空投，见自由光去香港，在晚仙坠落彷徨无依，未护理在远处吹来号歌先看自由，来前自这里，来全力抗对，永许智慧也永不灭。黎明来到，又光辉这香港，同庆愿意为
正义，时代革命。祈求命，祈求命主与自由，万事都不老，我愿永光归香港。我唱歌就是很容易这样，当中这一段以后很容易会一下起得太高，然后上不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最后一段我们用这个我的习惯的这个英语再来唱一下啊。黎明来到有光火这香港，同性与女为争议时代革命，追求民主与自由万事都不老，我与荣光归香港。这样感觉还舒服一点。怎么讲呢？哎呀，我这一卖唱就开始有人打赏了啊！感谢感谢感谢！我的本意不是这个，我只是觉得呢，从来没有唱过啊，这个啊，今天呢，利用这个名场面的机会给它补上，是吧？总之呢，像刚才歌里唱的一样啊，这个歌词呢，其实也做得很好。刚才歌里唱的一样，迷雾里最远处吹来号角声啊，然后呢，黎明来到要光复这香港，是吧？迷雾或者黎明呢？这个我觉得现在我至少我个人觉得啊，是越来越能看到了。当然，大家可能觉得这是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啊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黑暗过后就是黎明嘛啊，所以呢，希望各位香港的朋友呢，首先一个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，其次一个呢，在这个迷雾里呢，能够盼望黎明，大家一起来盼望黎明啊！这个黎明，我觉得已经能看到光了啊。好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下一次我们再见，拜拜。回去睡觉，战士你们换来了自由，换来了和香港一样的车水马龙。你是大英雄，你是大英雄，你是大英雄，你是大英雄。我不为了自己。我们给你录像呢。笑什么？你们都走狗而已。有勇气的男人宁愿不接受这个，都不会帮助他们。牛逼！你们在帮助那个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而且这个菜他们说好保障供应，我们国美团网上一家菜都买不到，买得到的就是胡萝卜一斤8块钱。我们也买不到啊。胡萝卜一斤到底多少钱？我问一下，正常的胡萝卜一斤应该多少钱？最多10块。2块多。这位阿姨肯定做了30多年饭，告诉我正常的胡萝卜多少钱。我给你打开美团，请问16.9叫不叫保障供应？对于那些富人没什么，但是我们中国有70%的人收入不到3000，那些人买16.9的胡萝卜，你们想过没有？他们要的幸福是什么？他们要的幸福是什么？哎，我是孔子77代孙，世界人权协会，随时准备好，请把这些视频留住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，它叫不自由和穷。我们现在全占了，我们还在为一个小感冒而折腾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们最直接的原因，因为市政府已经错了，他们只能错下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市政府错了，他们只能错下去，不然就冻结了呀。不然就承认他们错了，承认他们错了就必须要有人负责。那么
为什么你们不能像诸葛亮一样打败了一次仗就自降山河？诸葛亮，诸葛亮，他不是诸葛亮，诸葛字孔明，人家打了败仗人家敢承认，我们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。我们曾经有篇课文入选过我们的教材，上面说过六个字：不自量勿宁死，不自量勿宁死。刘德春，上法院也批准，帮我那一年还有拿回财，现在太贵不贵？贵。有没有勇气出去打几场篮球？把这个小感冒跑好。好，有的。每天打一个小时篮球，这个病到我身上，我保证七天治好。把篮球场开门。篮球场现在开没有？没有开。盖兰西有一个。表达中国。世界杯。你们想不想看世界杯在广场上热闹的跑？想不想他梅西怎么输给阿扎克的？梅西德国新冠 ，C 罗德国新冠，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得了两次新冠，人家拿了四次大满贯之后，约基奇知不知道 ？M， 人家得了新冠连拿两次 MVP， 如果影响真的这么大，他们早就退役了。NBA 的 MVP 多难拿，你们可能不知道。但人家得了之后拿了两次，我们的人虽然没有他们这么好，但我们绝对不惧死。我们曾经有篇课文入选过我们的教材，上面说过六个字：不自量勿宁死，不自量勿宁死。你看我们到底死不死？你们走出去绝对不会死，你们自己每天保持好合理的休息时间，你们通过坚持一点点的锻炼，你们绝对不会死。是的，是的。李导，说的好要的，说的好，说的好，说的好。我告诉你们，说的好，说的好。香港人绝对不会比我们身体好到哪儿去，人家现在车水马龙。你是不是踢皮球踢惯了哟？踢不踢球都无所谓。不是，我说他们。他们当时当然你也不能太怪他们。我就说句实话，他们也只是核酸公司的走狗而已。虽然走狗这个词用的稍微有点侮辱人，但是请你们这些有血性的男人记住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核酸公司老板幸福负责。你不能出现，心里要想办法呀。我们什么事？我的天哪！我买不到，你核酸公司买不到。通知社区过来，社区好就过来。过来了，社区那个怎么样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菜多少钱。谁来高价出菜？招不住了，招不住。就这点菜，我在菜市场买最多30，我不知道什么香港车水马龙。我告诉你，抓我得进法院。禽流虫们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那栋已经能快疯了。他们在那里唱着所谓不自量的歌，你们为什么不为他的心理负责？我可以先告你，你严重应该了，得。他有什么？都赔几百块钱，但这里的幸福怎么办？这个出单的价格怎么办？他们不能用暴力杀，暴力杀的嘞！哎，不能用暴力杀，不能用暴力杀，不能用暴力杀。不要你那个脖子嘞，好吧？安静，安静。哎呀，我疼。冲动他们是魔鬼，晓得不？我来冲动哈，坐下来看，坐下来看嘛。不要冲动哈，不要冲动。不能用心理负责，不能用暴力，不能用暴力。我来冲动哈，坐下来看，坐下来看嘛。不要冲动哈，不要冲动。不能用心理负责，不能用暴力，不能用暴力。没办法，你干嘛？我不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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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
箱，尤其是包裹一箱。你跑了，你跑，你跑了，不能放人。你跑了，你跑了，你跑了，天地杀人。你们抓人，我一定抓人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啊！今天没问题吧？